是吧？对面阵容有点厉害。 后期有点猛，这个惩戒先不用。 看他什么时候打红，单杀可以。我们卢锡安是高手，难道我又躺赢吗？对面下路强，还没打红啊？他会不会是掉线了？ 掉线了吧？应该啊、哦，没有，三级了，他三级了，他等级比我高，我可能会在这里跟他遭遇，但是我不续他，没有来吗？来了，果然是个药 ，AQW。 换他闪现，哎，就换他闪现，强制。好，走了，够了，把他打残就行了。他中路不见了，这波我打和弦没问题。哇，这么多血啊！这是怎么杀掉的？这个不用抓了，这肯定抓不死。 他的皇子被我打残了，这波我一个人抓不死呀，很好，收掉，刚好。他们这把上路贼，这上路是个高手，皇子现在应该下去了，我们得下路给个信号，不出意外的话马上要抓下，如果继续压线的话。 我第一波要把匕首刷出来，算了，来不及了，先回吧，不够，买三把长剑，好像不够，两把长剑，一个鞋子，可以的。嘉文是没有回家的吗？没有回家。 他们中路崩了，下路是高手，好像有机会。 好像是有机会的，没有视野啊，非常好，没有视野，勾引一下，好，可以，先缓他树，这个药，那我只能帮他复仇了，走吧，回家吧，不着急，再刷一下，这皇子被反杀了，中路有机会，应该来不及。 他要回了，哎，摊兵，摊兵，很好，混狗经验，帮他推波线嘛，这个线他很尴尬，不吃他的兵啊、哦，我帮他推一下，打到没血，好，哟，摸了一个，嘿，可以摸，一个兵没有什么影响，给了一个兵。 马上六了，把这个刷完回家补一下。
死了，我们这盘下路肯定是爆炸，这盘下和上应该都会发育的不好。哎，要单杀，可以，那我可以考虑入侵一下。刚才皇子是在下路的，所以这波把这个打完，六级可以去偷一下野怪。算了，还是去控龙吧，他们下路很强，早一点控龙。没了。前期这个龙还好啊，影响不大。下路打不过，下路是打不过，看得出来。没有视野，没有视野。先溜，先溜，先溜，不然我要死。哇，这波还好，这波还好，我撤得快，不然我被他秒了。这个地方要小心了。偷到一个啊，可以。这个发条被压得很惨，还在想返回去，他们就欺负我们下路。他这一波肯定有眼了，这波肯定有眼，我不能过去。哎，我们在这里蹲他，看一下时间，好，差不多下来，秒掉，非常好。这波回了，回了，他们这里有眼的，过不去。这么嚣张吗？哇，我去，他死了呀！我以为他会收一点，他有视野，他也不能这么玩。那我这螳螂有点不当回事啊！啊，刚才那种情况不能再往前上了，还被塔打了一下。峡谷收了吧。收过来，好，逮到，那他没了，他 EQ 下来的，哦，不是，那你怎么跟我打？哎，那你怎么跟我打？被我孤立了，你肯定打不过啊！我伤害跟他不成正比。我装备又比他好一点。他看到我直接 EQ 跑，还差不多。好，我们去推一下塔，一血塔收了，然后峡谷推第二个塔，对了，
王子在上，这发条不能守，守的话我们能强杀，他顶不住的，他根本顶不住，他只能看着，可以直接威胁他的高地，他皇子在上来不及。好的，这波高地我们也可以强杀，哎，直接拆拆，快，还能撞一波，还能撞一波，舒服，他高地没了，我们还能撞一波门牙，不能太贪，什么意思啊？你这什么意思啊？就想硬杀我？这条龙收了，他们这个高地掉的有点莫名其妙，没办法，我们太强势了，我和卢香太强势了，法条不敢上来，可以考虑再拿一下他的这个蓝。王子不能来，来就死了。蛤蟆再吃一下。王子在上，发条来了。好，不要交易，不要交易，转角遇到他，用 E 追击会好很多。哎，这样就很舒服。发条炸了呀！皇子管不了他，这皇子只能保着上下打，根本不能来中，来中就是被双杀的。这波下路可以抓一下了，他们压得太过分了，我先把这个吃了。好，我有大招，我有大招，不行不行不行，这个上不了，这个、上不了，我跳过去就会被他控住，反打我。可以强杀，打得不错，不亏，这卢香打得不错，看看有没有视野，他皇子没有野怪吃，没有视野，他可能会去三郎看一看，逮到，但是杀不掉，杀不掉，我们可以抓一抓上路，可以单杀，继续，对面可投了，对面见面就是干，拼不过，没事，他的其他路已经全崩了。这波他可能会来大鸟啊，一套一套秒掉，不给他机会跑，坏了，这个血量有点尴尬，吹灭了，熄灭了，等我回点血，回点血，我没有E。哦，没死掉。我得回家了。回来，回来，回来。3500块，好，3600，直接出一个大剑，消化，然后进化，继续，不攻击，235。好像队友要输，
我来了，缓速 Q 秒掉，这边继续杀，我掏，没掏到，等一下，别被他吸血，好，进场孤立一个 Q， 啊，超神，第一时间我不能上，我上的话没有意义，会被他触发血盾秒掉。别怕，我在，没有孤立，有孤立了，但是没到，算了算了，我去吃个峡谷吧，这波小龙他们可能要抱团，比分其实差不多啊，他们这个塞拉斯很飞啊，这个头现在野外的资源他们是不敢争的，那你是算了，他队友来了，他队友不来他死了，他这个偷大鸟的行为必死，来来来来，我们可以单杀一手这个格莱厄斯，只要被孤立单杀他没问题，他走了算了，峡谷开一手去，去中路开强拆，这塞拉斯是最肥的，我要刺穿他们，好，死不死啊，他没办法了，跑不掉了，我们甚至可以一波，我峡谷开走了，我不应该开的，我在推他门牙，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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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要撞出来，好，一波差不多，有峡谷拉中我了，没事，我可以跳出来，我吃个药，这波我先让一下，好，他们的门牙没了，我没有E，好的，我继续 OB， 我等E好，我E马上好，他们再追就得死，我再勾引他，我没有跑，他可搞不清楚情况，他还在打我，行，算了，我让他一波，你再追我你必死，我就在我，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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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了走了走了，不浪啊，回来，嗯，追到这里来干什么，大龙打吧，直接打，他们绝对不会看，来，他们大龙士也放好了，还是可以打，全在下，打打打打，全部在下，走了走了，阵亡也无所谓了，换一条大龙，反手再蹲一波，秒掉，
好，好，逮到。耶，哎，我撞墙了，没事，我有闪现。我怎么卡的？我动不起来呀！刚才没有东西挡我，我一直走不动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感谢半星游的飞机，谢谢。一波吧。可以一波。这一波怎么能我背锅呢？我把塞拉斯杀了，他们皇子来的时候我打了一套我就溜了，但是我们艾希给了个大，在那种情况下你说你上不上？他被定住了。此城已穿，说过来，管束拉我没什么用，我有隐身。啊，你怎么打？我孤立的伤害太高了。他这个装备也打不过我。他们还在强撑，最终吧。最终靠谱一点。这波我没有 E， 给个 W， 好，可以，我的 E 好了，都得死，啊，这波舒服，这波插入时机很到位，一波嘞，一波嘞。倒推，我先观察一下，这波肯定不能上，先风筝拉扯，给个缓速，让对面上，让对面上，没事，这波还是不能上，他们抱得太紧，五个人，算了算了，收吧收吧收吧，交了个闪现，他们有脱节吗？有脱节我们就可以上，好，这一波有脱节一个，先杀这个，好，我拉开，我隐身，我溜，我给个缓速，拉不到我，距离不是很够，爆炸果实嘲讽一波，哎，
追不到很气。走了，想干什么？我在这进化。哎，嘲讽一波，跳个舞，抠他一下上去，可以考虑再下来，再缓住，收掉，拉开，跳个舞，很接，缓速，再嘲讽一波，哎，我隐身看不见。我在隐身看不见，哎，拉开，他很气，但是又打不过，没办法，我的螳螂太灵活了。他们不会知道是被什么东西给吃掉。我只能说我的螳螂太灵活，他们也没办法。嗯。感谢吉霸有点大的两个大飞机，谢谢。来，可以设抱团的位置，一波。他单挑肯定不是我对手，我伤害太高了。嗯，没了。要逮到肯定没了。藏好，别起来。结束，结束，结束。你们送礼物起的 ID 能不能不要这么离谱？什么吉霸有点大，什么我要吃马老师鼻屎什么的，乱七八糟的。能不能不要这么离谱，规规矩矩的好不好？哎，结束了，结束了，管束隐身下他，蜻蜓点水，就他，就他，你这个小碎皮，你这个小碎皮，哦，这被强五杀了，他被强五杀了，这个诺手没出来。看看，我问你们 ，MVP 是他的还是我的？是卢香的还是螳螂的？我认为是螳螂的。